欢迎您来到喜乐的健康360，我是喜乐 Hilady。 今天的冥想主题是摆脱焦虑、忧郁、不安的情绪，使身心灵得到彻底的释放、更新。选择一个安静、舒适的环境，不论坐下或躺下，让自己尽可能的放松，安静你的内心，闭上眼睛。当内心安静，闭上双眼时，你的大脑便收到了需要休息放松的信号。把注意力放在呼吸，有节律的深呼吸和冥想的有效结合，是排除杂念并快速放松的最佳方法。深深吸一口气，呼气时使身体各个部位都放松下来。再次吸气，感觉更多的气流通过鼻腔到达肺部。呼气时，将肺里所有的浊气排出体外。按照自己舒适的节奏，深深吸气，慢慢呼气。每一次的呼吸，使你的身体更加清新、放松。现在将意识放在头顶的百会，下一次呼气时使那里完全松弛下来。大脑每天会产生并积存成千上万的思绪，此时试着将大脑放空，想象着所有的焦虑、不安、负面的情绪像云雾一样一点点散去。继续缓缓地深呼吸，使放松的感觉加倍，大脑更加松弛。这种放松的感觉到达印堂，使两眉间的肌肉舒展开，前额放松，眼睛放松，并内视远方。眼皮放松，脸颊放松，鼻子放松，耳朵放松，嘴巴放松，舌头放松，
牙齿放松，下颚放松，整个头部都放松下来，继续有节律的呼吸，将放松的感觉传递到颈部、肩膀，到达大臂、肘部、小臂、双手、手指、你的身体越来越沉，整个脊椎松弛下来，后背放松，后腰放松，放松的感觉到达胸前的膻中穴，使胸腔进一步打开，呼吸也更加顺畅。肋骨放松，随着伸长缓慢有节律的呼吸，肺部感到非常清新，心脏周围的肌肉放松，心跳达到最佳的节律，五脏六腑完全放松，处于自我修复状态，深度放松的感觉继续下传至胯部、臀部，并沿着大腿向下传递到膝盖、小腿，一直到达脚腕、双脚、脚趾，现在你的全身都很放松，懒得动弹，这种状态是接收积极健康信号以及自我修复的最佳时机。下面，我们一起向身体灌入正能量，从而摆脱压抑的情绪，摆脱焦虑不安，使身心灵得到释放和更新。请你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要脱离压抑的情绪，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。我在看待人和事物的时候，
会自然而然地看到好的一面。我要摆脱不良的情绪。我有强大的信念，战胜内心的焦虑、不安、悔恨、担忧。我不会在悔恨过去或担忧未来中浪费眼前的时光。我怀着快乐、感恩的心对待每一天。我珍惜当下，看到并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一切。我要摆脱压抑的情绪，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。我在看待人和事物的时候，会自然而然地看到好的一面。我要摆脱不良的情绪。我有强大的信念，战胜内心的焦虑、不安、悔恨、担忧。我不会在悔恨过去或担忧未来中浪费眼前的时光。我怀着快乐、感恩的心对待每一天。我珍惜当下，看到并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一切。我要摆脱压抑的情绪，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。我在看待人和事物的时候，会自然而然地看到好的一面。我要摆脱不良的情绪。我有强大的信念，战胜内心的焦虑、不安、悔恨、担忧。我不会在悔恨过去或担忧未来中浪费眼前的时光。我怀着快乐、感恩的心对待每一天。我珍惜当下，看到并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一切。轻轻地活动一下手指、脚趾，做一个深深的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慢慢睁开眼睛。希望这个冥想给您带来美好的体验，
通过不断地将这些正念的信息注入到身体中，你会发现眼前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，心情也会越来越轻松，身体变得更加健康。